今天我来做个脆皮奶酪，我这是提前融化好的巧克力，巧克力如果你们要怕太稠的话，可以放点椰子油里边。奶酪棒是提前放冰箱冻了，不到半小时吧就可以，然后它还是软软的，只是凉了一些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我就提前把它也弄好了，咱们下个视频吃吧。